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宇 Jackson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然后 Happy、Mid-Autumn and、同时也国庆节快乐、yeah. 希望今天、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可能很忙、每天都奔向自己的、目标在努力，但其实今天大家可以放松一下，其实都现在都是晚上了，想放松也没几个小时可以放松了，所以希望你们今天开开心心的放松一下，跟自己心爱的人老公老婆或者女朋友男朋友或者家人，还有家人还有身边的最好的一些朋友们度过今天开心的一天，然后明天后天我们再再努力 thank you and, love you guys 中秋节快乐，国庆节快乐，拜拜。